平時嘅我咧都中意整下嘢食啦，咁啊中意大宴親朋啦嚇，中意一齊咧同人打下邊爐咁樣。我覺得咧食嘢傾偈咧真係最開心嘅。咁啊今日咧嚟到呢個大園村呢度啦，咁做乜嘢呢？因為我咧都覺得呢個街市咧又靚咧，又企理咧，又幾好行。咁啊 Wedge Market 嚟講，我覺得又幾乾淨添㗎。除了咧濕街市之外咧，我見到佢咧仲有一個好大嘅美食廣場啦，咁亦都有一啲嘅鋪頭咁嘅。咁我自己買嘢咧就中意咧兩樣都有嘅地方，咁啊變咗可以買齊曬好多嘢喺個雪櫃度，好多嘢咁啊諗起啲咩嘅時候咧拎出嚟煮就搞掂啦。嗱呢一種街市咧我就好中意噶啦，因為咧齊全啊嘛。嗱我頭先講嘅蔬菜咧就好似喺嗰邊啦。呢邊咧就有啲嘅雞翼啊、啲凍肉嘅嘢啦。嗱，後面啊，犀利啦，夠曬齊全咧，就係有海鮮啦、有蜆啦、有魚啦、有蝦啦、有鮑魚啦、有蟹啦咁樣。一次過咧，你一晚就算請客咧，都可以買齊曬啲嘢嘅。仲有咧，我就覺得呢一種嘅街市咧，就當然啦，而家有曬冷氣啦，同以前有啲唔同啦。咁啊，不過咧，最重要就係都仲有嗰陣嘅人情味嘅，因為大家買嘅時候咧，都仲可以講價啦，搭條衝啦咁樣，都幾好玩嘅。雖然咧話呢度係 wet market 啦，但係咧一啲都唔濕嘅喎，好乾爽啦，好企理啦，好光猛啦。咁而家啲街市咧有冷氣之餘咧，就好企理嘅。咁所以咧，如果你買餸咧，都成為一個樂趣。仲有一樣嘢。除了咧頭先咧 wet market 啦濕貨嘅部分之外咧，我自己就好中意呢個街市咧，一個圈咧嚇側邊咧都有啲叫做食材嘅專門店嘅，尤其是呢一種呢一類型嘅優質食材專門店咧，除了有好多你估得到嘢之外啦，例如雞蛋啊一啲肉之外咧，仲有好多新奇好玩嘅嘢咧係你估唔到嘅，咁係乜嘢咧？我逐樣同你講下。好似呢啲套餐咁啦，嗱講明啊圍爐火鍋豬套餐 A， 嗱你睇下有。呢、这個伊比利亞迷你嘅梅肉嘅片裝啦，有呢個宮崎豬肉片啦，有章魚丸、墨魚丸、小花枝、韓國嘅讚岐烏冬，咁多樣嘢，你估下幾多少錢呢？就係、是、哇！你睇下168蚊就有頭先我講咁多樣嘢啦，買曬翻去就已經可以打邊爐啦。好啦，如果你唔中意 A 咁又點呢？原來有個圍爐火鍋牛嘅套餐嘅，好啦，又有黑毛和牛啦，有草字黑安格斯牛胸腩肉啦，有章魚丸牛肉丸啦，仲有韓國讚岐烏冬嘅，咁又係啦嚇，買咗翻到已經可以即刻打邊爐，咁你又估下幾多少錢呢？就係、是、哇188蚊咋，你話咁多樣嘢100多蚊已經搞掂曬一餐啦，買翻去即刻就可以打邊爐啦。優質食材專門店最正嘅地方就係呢啲嘅雪櫃啦，因為咧呢雪櫃咧已經擺滿曬咧好多唔同類別嘅凍肉嘅。嗱，呢一間嘅 Albus 咧已經有呢個豬啦、牛啦、雞啦、羊啦等等嘅，咁每樣嘢咧都係非常之多唔同嘅款式嘅，可以揀曬你成個冰箱噶啦。嗱，好似呢一啲咁啦，就叫做加泰羅尼亞豬啦。嗱，一 pack 咧講緊28蚊啫喎，有200g。嗱，你睇下啲質素幾靚啊，啲油花睇得好清楚啦。買翻去咧擺喺雪櫃咧，隨時開包出嚟，可能炒碟菜咧，咁已經變成一味餸噶啦。你話唔中意嘅，攞嚟打邊爐，亦都係非常之方便啊。嗱，好似呢一 pack 咁啦，就叫澳洲 YP 咧草字黑安格斯牛後胸肉片啊！哇，200g講緊27蚊，嗱你自己睇下啦，幾靚，一排排整整齊齊啦，仲有我覺得非常之衞生嘅一個嘅 packing 嚟嘅，買翻屋企咧擺喺雪櫃咧，隨時拎出嚟就已經可以解凍打邊爐啦。好啦，到隔離呢一個雪櫃咯，呢一度咧就有加美雞添嘅嗱，咁咧。加美雞咧，我諗大家可能都聽過啦，原來咧真係好正嘅，因為咧除咗骨膠原啦、皮薄啦、呢、這個肉質嫩滑啦、脂肪少，我自己最中意食咩咧就係個雞味夠濃啊嘛，食雞就梗係有雞味噶咯。如果你嫌咧成隻雞麻煩嘅話咧，呢一度仲提供咗咧加美雞嘅雞件嘅，嗱50蚊一 pair 咧就已經搞掂啦。我自己買過翻去啦，曾經整過咖喱雞咧，好方便噶，整完之後咧整個飯噶嘛，咖喱雞飯噶咯。我自己咧買得最多咧就係呢一隻嘅產品啦，因為咧就係呢個無激素嘅雞翼啊，雞中翼嚟講咧，佢呢度咧就係無激素啦，不含抗生素添嘅，非常之方便衞生，仲係食得健康。咁啊講緊58蚊一大包一個 kg， 翻到屋企擺喺雪櫃，隨時想加餸真係好方便，好方便啊！幾白雪雪，好靚仔噶，真係好興奮，因為嚟到呢度咧見到個舊嘅老友記，哇！中亞伯嘅產品。走咗嚟呢一度啊，好齊喎！嗱，水餃啦、
東北的牛肉餡餅啦，不嬲你大家都知啦，呢個咧簡直係旗艦中嘅旗艦，大家好中意搶住買嘅。嗱，而家咧嚟 Elvis 呢度咧就有得賣啦。仲有咧就係、是、台灣最出名嘅三星葱嚇，呢、這個三星葱油餅同埋呢個招牌葱肉餡餅，哇正啊！呢啲一煎出嚟啲肉汁爆曬噶嘛，我諗大家都記得嗰陣時啲 promoter 介紹過你點食，要點啊？小心俾啲肉汁辣親啊！除了剛才的舊朋友之外，介紹一個新朋友給你吃，就是爸爸爸廚房永遠推介永遠推出的滷水雞翼和這個麻辣雞翼，非常之方便，回到去只需要拿一個的熱水放下去，整包放下去，溶了雪之後煮幾分鐘，讓它熱曬下裡面熱透，你就可以倒出來上碟了，非常之香味，因為麻辣也不用說了，夠曬野味，而這個滷水也非常之入味。如果想一起去加个餸的话咧，好方便噶。哇，嚟到 Elvis 呢度咧，除咗头先我介绍嘅猪牛羊鸡之外咧，我仲有一个新嘅惊喜。原来咧有好多嘅海鲜嘅。好啦，睇下呢度有啲咩先。哇，呢度咧有几多格陵兰嘅比目鱼扒，哇，好靓，好大块啊！而家仲99蚊两包添，好大包喎，咧手包咁大啊，好犀利啊！同埋白雪雪啊，我觉得咧呢种鱼咧好有益啦，同埋咧好有油分嘅，煎起上嚟咧非常之香喷喷，我自己系中意点沙律酱嘅。呢 pair 咧就系青衣柳扒，哇，用个扒字啊真系啱晒，因为真系好大块，好厚噶。咁啊，讲紧有三块，几钱先？哇，88蚊啊！呢度咁样一大包88咋，哇，劲抵啊！哇，呢边咧仲有急冻嘅海螺啦，有呢个咩啊？呢个刺心系啦，即系呢个海参啦，有虾啦，哇，仲有呢个鳗鱼添，哇！有時咧，而家天氣熱咧，翻到屋企咧就唔想食飯噶嘛，係咪？咁我咧好中意咧就咁咧飲一碗湯咧就當一餐噶啦。嗱，呢一種嘅湯包咧非常之方便。嗱，爸爸廚房咧亦都出到呢個嘅黑蒜裸頭竹絲雞啦，同埋鹹菜胡椒豬肚湯等等嘅。咁呢啲咧加熱啦，成包抌落去煲翻滾，或者係倒出嚟煲翻滾咧，就已經可以享受一個好好味嘅一個嘅湯噶啦。哇！放工仲可以有靚湯飲，你話係咪好温馨、好幸福呢？嗱，呢個大元商場街市係咪好正咧？嗱，有 Wet Market 啦，仲有呢啲咁靚仔嘅優質食材專門店，一站式可以買齊曬你雪櫃嘅嘢，係咪正呢？我仲收到一個秘密添啊！嗱，嚟緊佢哋咧都會擺咧呢個嘅香港會議展覽中心一年一度嘅美食博覽 Food Expo 嘅，咁咧時間就係8月15日至到19日，一年5天，咁佢哋都會喺咧一樓嘅 A09号店咧嗰度等你嘅。到時我相信應該都仲有更加多優惠添啊！千祈唔好錯過，大家快啲湧住去買，因為咧好似咧仲要入埋會嘅話咧，好似仲有更加多咧嘅優惠嘅，所以咧千祈記得要去，唔好錯過，唔好錯過，記住係15号至19号8月呢一个时间咧，一定要去会议展览中心嗰度行呢个 Food Expo 啊！